谢谢。我说话吗，小孩？听到我说话吗？哎，站住！听到我说话吗？孩子怎么了？手机啊，是有人呢。喂，你好，急救中心吗？我这有人昏倒，男性，十几岁左右，运动后昏厥，意识丧失，瞳孔反射是正常的，大汗。心内科，马上准备急诊皮塞。
好，家属注意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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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疼一疼就没事了呢？预产期没到就开始肚子疼了，你们就那么放心啊？最近我是有点忙，一直是我妈照顾的。行吧，你靠后一点啊，我们检查一下。哎呀，来，膝盖没问题。行，我查一下肚子。超声，同时让他们准备 CT， 叫他们快点。我们不做 CT， 不做那个。为什么不做呀？大夫，我跟你讲，先保我孙子啊。准备手术啊，护理记录，让刘凯补个抢救衣服。是我孙子，我们孩子经不起。阿姨，那请问他是什么呀？你们叫生育机器吗？就算是机器，他也得检修吧？喝着。血尿垫吧没？啊，我简单汇报一下病情。问你血尿垫本没？查了，没问。查没查结果呢？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何主任，刘主任给您的化验单，给我吧。对。呀，下车花斑。病人今天上过卫生间吗？啊？妈，大夫问你呢。啊？没有，一天都没有。哎呀，疼的就喝几口水，哪来的尿啊？板状腹。啊。反跳痛。我怎么没摸出来啊？报病危，急性肠穿孔。报病危吧，合并感染中毒性休克。何主任，那我就按这个诊断写了啊。马上拍个片子，准备手术。哎呦，大夫，我跟你讲啊，查贫血，准备手术。哦，对对对，先保我孙子。那个 CD 和 B 超我们都不做了，我们孩子受不了。这种时候，请你们配合我们医生治疗，所有的检查化验必须得做。这种时候，什么时候啊？人命关天的时候，而且是两条人命。孕妇现在急性肠穿孔，有感染性休克，情况非常危险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照顾挺好的，你说说。爹出现严重休克症状，主任，大夫，要有紧急情况的时候，请大夫先保孩子，再保大人。在我们家，孩子比大人还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见吗？现在他们母子同舟。船翻了，谁都保不住。什么叫什么都保不住啊？哎呀，你别吓唬我，我可是生孩子的。先检查血气，看看孙仲无严重症状。马上做个腹腔镜。哎呀，天哪！去通知妇产科，让他们过来个大夫，准备联合手术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建立中间静脉通路，全速补液，然后给病人下尿管啊。知道了。填表。什么情况？运动昏厥。来，家属把钱结一下。我不是家属。那患者家属呢？我不知道。他偷了我的东西，逃跑的时候昏倒了，我直接叫了急救车给送过来。你是说他偷了你的东西，你还把他送到医院里来了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今儿真是见到活雷锋了。我不管你是不是雷锋，把钱给我结了，我着急走。钱我付。我的所有东西都被他同伙给拿走了，我现在没有钱，那怎么办？我把这个表压到你这儿好吗？明天拿钱换表。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什么情况？你是医生吧？对。患者运动后昏厥，无意识。嘿。嘿。卢米娜100毫克，急救注射。看什么？快醒醒的事儿，快。患者什么情况？对，文娟。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？你们抛孩子，我们修肠子。急性肠穿孔孕妇的死亡率是33%，胎儿的死亡率是60%。那我们只能尽全力救治，
你们跟家属商量了吗？他千万不能动我孙子，结婚五年了都怀不上，我们花了十几万呢，才做了这个人工的，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千万不能动啊，千万不能动。妈，你别闹了，你得听医生的。再说舒兰，哎呀，舒兰呐，我的好媳妇儿啊，一定给我留下孙子啊。妈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，挺住啊，以后我做牛做马，我报答你啊。家属，家属，哎。你们现在必须马上拿决定啊！他的情况很危险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必须啊！先查个血迹看看。你是医生啊？你不是医生啊？还要我教你怎么检查吗？联系心电、核磁、超声。哎，你是哪个医院的？快点，快医院。Quick， 去交费。哎，怎么又是我？那不然是我去。OK， 请快点。Quick， 叫咱 Quick， 赶快约一下 CT， 还有心脏超声啊。嗯，手机借我用一下。手术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啊，进手术室。大夫，我求你，一定要帮我保住孩子。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啊！我一定要答应我。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别放弃，别坚持。好。那我也答应。保住孩子，我让你们母子平安。谢谢，谢谢啊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外面等啊！好，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，放心。哎，韩阳，你怎么还没去手术室啊？啊，那马上尿完我就去。老毛病又犯了，一到手术就上厕所。哎，我说你在台上怎么不这样呢？你还别说，我一上台就好。你知道刚才我师父跟家属说什么吗？嗯，他说保他们母子平安。哎，两个人都救活，那才算真正的救人救到底。一个没孩子的妈，或者一个没妈的孩子，哪个不是人间悲剧啊？是，这理儿是这么个理儿。虽然我师父吧够牛了。但是这话是不是太满了？这不还有你的吗，海大山？嗯，这话我爱听。我们必须要在五分钟之内取出孩子，否则孩子会有生命危险。好，现在麻醉可以了，可以开始手术。手术开始时间10:28。好，开始手术。
马上进行心肺复苏。患者送他来医院，那你的钱呢？被那个患者偷了。还丢了什么？我的自行车、钱包、手机都没了。那你还帮他交钱？哎，我妈喊你周末回家吃饭。I'll be there. I'm waiting for you. See you later.血压上来了，90/60。检查出血，准备灌服。是，纱布。何主任，咱们成功了。术后感染控制得住，才叫真成功。别得意太早。好好官府做好术后缝合，别马虎大意。是师傅。手术目前很顺利，孩子很好。哎呀，岳父还要看术后恢复情况。哎呀，真是大恩大德，让我们怎么谢您呢？怎么谢您啊，大夫？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们家淑兰啊，她是个伟大的母亲。妈，手术成功了！哎呀，手术成功了！怎么样 ？TKA， 这么小就得糖尿病了，还是一型的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听范建台胡说，说你是活雷锋，他偷你东西，你还救他？我是医生，怀疑你也会这么做吧？那是。那活雷锋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看他总得住院吧？有没有家属？费用怎么办？你要继续当活雷锋？急救车的费用是我出的，检查费用也是我出的，剩下的你自己处理。再测个血糖啊！有问题叫我。哎哎哎哎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！你们医院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这是你们的工作。哎 ，Don't touch me. It's my work, but 你至少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吧，或者联系方式。你看他醒了，我总得跟你联系啊。你不用联系我，我该做的都做完了，剩下就等这孩子醒了，你让他去联系他的家属 ，OK？
那你到底叫什么嘛 ？Catch you later。Catch you later。啊！这怎么弄的呀？机器压的。什么情况？忍忍啊！哎，主任啊，被机器压了，你看看。然后基本病情我已经交代过了。啊。你忍一忍啊。哎，我看看啊。嗯，这是感觉吗？嗯，这儿呢，这边，准备手术，可能要给你部分截肢。截肢啊？对。那我以后怎么活？大夫，不能截肢，我是家里唯一出来打工挣钱的，家里还有三个孩子，我要截了肢，家里要饿死人呐。我们也不想。可现在伤得这么严重，必须截。等等，你跟患者交流过吗？就没有别的治疗方案给他选择吗？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没了手怎么生活呀？你谁呀？患者家属啊，在那指手画脚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这手不是不能帮。懂是吧？来，自己看看，多处粉碎性骨折。要接骨头、接血管、接神经，就算保住了，复原期有多久啊？是否要弄得他倾家荡产？到最后要是坏死了，还是得接。谁都知道手重要，可他这种情况不接，让他等死。有一线希望，作为医生都要争取。即便最后选择截肢，但你要不要事先把情况和他交代清楚，让他自己选择？我的诊断需要部分截肢。决定好了，告诉我。哎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怎么了？这是没精打采的。我怎么听说今儿我师傅被一女的给灭了呢？我也听说了，那女的是谁呀？那谁知道啊？不过听说好像也是一个医生。哪个医院的呀？董事长。哎，刘凯啊，怎么了？那女的谁呀？哪女的？就是今天那个农民工手指头断了那个，不是听说你当时在场的吗？然后后来来了个女的，把我师傅给灭了。那女的谁呀？那女的我也不清楚，但我听说那女的送来的患者是个小偷，偷那女的时候当场犯病了，然后那女的就把她带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哟，还真是个好医生。好什么好医生？那是因为我不在，我要在那儿的话，我分分钟把她灭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何大神都治不了的人，你去治啊？何主任那么神，怎么不是咱们科行政主任？因为咱们科还有一位大神。何主任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何主任当众被一个女的给教训了。嗯，我听说了。以前我说他的时候吧，他老认为我是在跟他争。现在好了，终于有人能教训我了。刘主任，那个患者我看过，其实我觉得何主任说的没有错。说说看，首先，这个患者手部碾压情况呢非常严重，虽然有保守治疗和截肢两种方案，但保守治疗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性，万一保守不成功，手部坏死，到最后还是要截肢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对患者来说又耽误了时间，又浪费了金钱。那是一双手啊，手都没了，人就废了，他靠劳动挣钱的，全家人指望他养家糊口呢。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何主任也知道这个情况，可你想想，就算手部不出现坏死，勉强保住，那也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恢复治疗啊。而这段时间里，神经是不是能恢复好，我们谁都不敢保证。而就患者自身的情况来看，这个期间内的所有治疗费用，好像也不是他们承担的。这位刘主任，一直想当我们科的行政主任，可惜我师傅在前面压着呢。来，哦，好，知道了，马上到。刘主任，有说话。大夫呢？我已经叫大夫了，你别着急，大夫马上就到。啊，快点来呀，大夫！什么病人？颌面间隙感染的病人，呼吸困难，突然加重，抢救车准备去赶快。麻烦你，您让一下啊！你快点救救他。好，您放心吧。推迟李月心。主任，侯静。
月器推柱，月主任不好，氧会越来越低，完全看不见，困难期到，准备紧急气切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叶雷清推柱完毕，科长出来。 转到 ESU， 好的，孟诗然，跟着你真好，跟着你呀，不慌，手也稳，就刚才在抢修室，如果放台摄像机，您那套动作都能拍教学书了。孙萌配合的也不错呀，那也是您的功劳啊，我们一实习就跟着你。 现在我们这么好，都是您带的好。哟，实习的时候嘴怎么没这么甜啊？刘主任，我听说了一个事情，现在科里都在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啊，不就是何主任要当主任了吗？你呀，我提醒你啊，有打探小道消息的功夫，还不如多钻研钻研业务呢。你看看那孙萌，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儿上。 何主任，请你赏您呢。我这有一个患者，十几岁男孩。怎么回事？说吞吞吐吐的。是刚刚跟您吵架的那女的送来的。通知家属了吗？好像没有家属，孩子醒了，问半天啥都不说，感觉像聋哑人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来，强子，借我帮你拿。帮我拿。啊。六床那个发热的病人啊，给他做一个肺部 CT。 我去哈，我行，那我昨晚跟您汇报啊，别让我们刘主任发现就行。那么怕你刘主任，刘主任，那刘主任，啊，去哪儿？何主任，啊，别动不动就使唤我的人啊，不合适。什么？你的人，我的人，都是急诊科的人。别偷换概念行吗？我偷换什么概念？ 我们都是急诊科的医生、患者，都是急诊科的患者。你还不是行政主任的吧？管好你自己梯队的人，别越权指挥。过两天我就是了。哎，我给你查一查啊。 怎么？陈大经理。
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知道吗？告诉我你家属的联系方式好吗？您这些问题啊，我都问过。你说会不会是个聋哑人？你刚说是个小偷是吧？对，从那门说的。送公安局吧。行了，孩子，别装了，不聋不哑了，赶紧告诉我家属的联系方式。你现在病得很重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我没家属，我也没钱治病，先收住院吧。那住院押金怎么办？我去跟医院里商量。偏吓唬你才说实话，我给你办手续去。乔大夫，你要是不想跟着我，就直接跟我说啊。刘主任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从进咱们科就一直跟着你，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姐姐。哼，亲姐姐，这才听到点风吹草动就跑去拍别人马屁了？我没有啊，我拍谁马屁了？乔娜，何主任还没正式任命为咱们科室主任呢，你别太心急了啊。刘主任，我冤枉啊，我没有。那何主任让我去帮忙，你人家一主任医生，我就一个主治医，人家叫我去，我怎么拒绝呀？其实我也不想去呢，我特别怕你误会呢。行了，我知道，你呢，确实挺为难的。咱这何主任，算了，不说。刘主任，今天这事儿是我不对，以后我注意，再有这样的事儿我不去了。不用，没准过几天人家真的就是咱们大主任了，那指使谁谁敢不去啊，是吧？行了，把脸擦一下，和我去分诊台。来，把那个十五床的病历给我。会严重妨碍我们医护人员工作的，请让开。您妨碍到医护人员正常工作了。你说我碍事儿，我还说你碍事儿。别冲动，你把刀放下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，我是领导啊，把刀先放下。你先把刀放下。110吗？你真是领导？当然了，不骗人，他真是我们领导。听见了吗？啊，就是要找领导。对了，小伙子，哎，你把刀放下啊，把刀给我。为什么给你？把刀上医院来干嘛？我
我也问你了呀，你女朋友死了？怎么死了？被你们医院治死。什么病啊？他没病。没病怎么就是我们医院治死的？我俩好，你们都不同意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俩谈恋爱，结果他们都不同意，对吧？你把刀放下，我带你找他们去，批评他们。我是领导，我说话算数，啊？你说是他们不对？当然是他们不对了。来，把刀给我，放下，放下去，扔地。扔地下，我带你去找他们，咱跟他理论理论，啊，听话，来，扔地。跟你说，你女朋友没死，你信不信？她没死，没死。放在哪儿了？你把刀给我，我告诉你。别动啊！她就在我们病房待着呢。把刀给我，刀给我，我带你去。慢点，刀给我啊！刀给我！师傅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小琪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些医疗小常识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急诊科医生。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昏迷患者如何急救。如果我们遇到有人昏迷，除了呼救以外，还可以做的是摆放昏迷体位，当然前提是患者心跳和呼吸正常。具体的方法是将患者摆为侧卧位，将身体下方的手臂伸展开来，垫在头一侧，将头部摆为侧向下略低，一条腿弯曲，一条腿伸直，目的是防止患者发生误吸。转眼风云突变，昨天已成为过眼云烟，明天为何如此遥远？原以为人生路途遥远，谁知尽头已在眼眼前，恩怨情仇就此了断，生死
离别不忍说再见。今天的分分秒秒都是对生命最严酷的考验。今天的相依相伴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考验。